快看那是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，哦，神卡卡，伙伴们，今天我给你们讲讲鬼神卡卡的秘密，我要告诉你们他是怎么来到迷你世界的。伙伴们，先不要走，我们先看正常的卡卡。正常的卡卡很可爱，大大的眼睛，拿着一个长矛。可是呀，最近很多人都说到了一个鬼神卡卡。鬼神卡卡黑黑的，白白的眼睛看起来特别的恐怖。其实呀，伙伴们，你们都上当了。迷你世界没有鬼神卡卡，说它来自于诅咒的老版本。No no no no， 其实呀，这就是老版本的一个修改皮肤的一个方式。我让你们看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现在的麒麟是啥颜色呀？是绿绿的麒麟。可是呀，在古老版本中，麒麟被人修改成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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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样子，大家看。而卡卡其实呀，就是老版本被别人给修改了其中的一种样子而已，并没有鬼神卡卡。总之，你们见到的鬼神卡卡告诉你们三个字，假的都是假的。